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饱满的跟大家问好。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在桃园市长郑文灿的陪同下来到芦竹国小投票。今天心情很好，那看到天气虽然有点阴阴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雨。那希望大家都出来投票，所以昨天晚上也睡得很好，因为每一天的作息都一样。 平常新看待，但还是稍微打扮一下。郑运鹏透露自己第一次穿西装来投票，这套也是选举时习惯穿的西装。而浮选告一段落，郑文灿也将把重心放回市政。在这个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早一点来投票。那最重要，所有的选民要珍惜手中民主而神圣的一票。 同为候选人张善政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起前往投票，两人搭肩问好，进到投票所后投下自己的一票。非常期待，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投票结果出来。就是我们这一阵子一定应该我们桃园的乡亲朋友都看到，因为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啊，因为我姓名都担任8年的桃园县县长，我对这边不但充满。 情感，更希望桃园未来会有一个具有国际观。最后投票日，双方人马上午都投完票，接下来静待开票结果。三立新闻张玉杰、王成伟、沈伟桃园采访报道。